就看到都没有人贴，我就不敢贴，所以我现在上课穿超久才穿过去。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穿鞋的地方。而且老师要缝五根，不是五条以上，我现在才缝三条。他们在洗澡哎，超夸张！穿不去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指环是要用来顶这个针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用，我觉得这个超酷的。继续缝哦，觉得好像有缝的，变缝的不错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喽，我要继续做作业了。那明天见，拜拜。超可爱，有超多颜色可以选，不知道选哪一个。我喜欢真皮的。看吗？看。你不是好 gay 吗？好 gay 吗？可是好想要。加油，加油，兄弟加油！跟着最汗。尤里要买蛋的。超可爱。电动吗？这样，那个俄罗斯方块。
望还有草莓。对啊，那得咬。对啊。我怎么咬起的？哇，你真的如此优雅，没有包袱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人就是没有包袱。你不是部落客吗？我以为是部落客。不是部落客。我以为你是，我以为你是 YouTuber。我就跟大家跟朋友一样啊。啊，他聊吃饭吃的很美味的样子。好。大概会点三次头吧。再点头喽，海蒂。这边，豆豆，太痛了！还有吗？求你再一下形象。还有吗？第一次。所以我下课的时候就去逛了一下元素，然后吃了好吃的可丽饼。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应该是不太能拍什么，因为明天是上整天的课，想到就超累。 OK， 拜拜。他是到25:30吗？半夜1点。昨天应该直接买了，好便宜哦。这是我中午剩的饭，本来想说会来配肉松，可是刚去超市就很多东西都很想买，所以就买，不小心买太多了，就不用配肉松了。看起来超好吃的。我现在拿着我的晚餐要去某一个人的房间一起吃。啊，那个没点啊，好好吃。好，还有你看不到。请。夜里吃饭了。好好吃哦。那快吃，快吃。耶，要吃这个。白饭。这饭好吃哦。这饭好吃哦。饭好吃哦，要不要吃饭？白饭好吃哦。我有饭了。那这个白饭热的，我是凉的。快点，你吃一口，很好吃。那白饭热的很好吃。我们的桌子超柯南的，你看。我第一次用那电锅煮饭，你看我第一次也觉得很好吃。哎，你看，哦，煎蛋，来吃。哎，有你做的蛋，有热的，热的好开心，我要哭了。这位是良家妇女乙儿，看起来超不会煮菜。可以帮我把手机放下。他用猛的，哎，这是对啊，这是用猛的，真的这么便宜。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比较安静，跟那个比较安静。耶，终于洗完袜子了，可是房间没有脱水机，我刚刚洗的超累，然后不知道袜子什么时候会干。
to say they don't mean nothing to you. What the hell on the way? There's nothing better. All we have to do is touch. 花了100块就完成了我的一店。对。夜衣打扫告一个段落了，我要来看我最喜欢的剑，然后休息一下。嗨，我是海蒂，就是今天在家打扫了一番，也耍废了一番，然后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我想说要来去买晚餐，还有锅子，还有一些菜，希望我明天呢可以生出一顿饭。对，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。The way you've got it, it took so long to bear. It's all the way you've got it, it took so long.带来的照片贴一贴，就是布置一下，然后我的那个书桌也整理好，我觉得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一家就是没有去过的超市，听说比我昨天去的那家还大哦。说到超，哦，说到超市，我觉得超崩溃，就是我昨天就是消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疯了，就是我昨天就买了台灯，买了锅子，然后就把它扛去，因为想说买了锅子我就要来煮菜啊，就想说去超市买东西哦。我真的是疯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超在逛超市的时候，因为他有推车，我就逛得很开心，因为就觉得很轻松嘛，这个要那个要都拿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买了米，然后酱油、玉米罐头、蛋啊什么之类的，就反正一堆很重的东西就对了。结果我结账的时候才发现，很崩溃，因为我差点拿不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差一点，而且我回来路上其实都很坎坷，就是差点跌倒之类的。而且昨天就是假日，路上人又很多。就是很希望有个人来救我。好，这大概就是这礼拜的最后一幕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里就跟你说拜拜了。那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